庆祝耶稣的时候，来来来，拜托关你，你一定爱支持啊！我说我准备无，嘿，你迄另外迄不是食菜顶过来了好啊！咱来通关你，圣诞快乐！我说袂歹哈，来主持人，谢谢你，你是耶稣的新官宝贝，我要甲麦克风交给你，听完拢袂记啦。我袂记你咧创啥，靠圣诞树，紧来来，紧来来。我想到你过一个圣诞节。啊，耶稣是咱的宝贝。哇，原来耶稣是咱的宝贝。我即马终于了解了，是啊，我要台湾国语，因为咱有人听有台语，啊有人听有国语，啊所以我就爱台湾国语，安尼大家敢听有？听有吼，安尼，现在哦，吼，咱就爱欢迎别咱的圣诞老婆婆。对啊，我是圣诞公主，我公主好，掌声欢迎。好，谢谢各位。你们大家都知道，今天是要庆祝圣诞节，可是圣诞节的时候，并不是在庆祝圣诞老公公，也不是圣诞老婆婆，也不是圣诞公主。是在庆祝谁？耶稣！好棒！好，现在我们一起来看我们的影片哦。我们现在是要看那个圣诞剧，有没有？好，来。